今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《诗画中国·江河万古流》将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。节目围绕“江河万古流”主题，以祖国的江河文脉为线索，以中国经典名画作为内容载体和特定场景，将诗词、音乐、戏剧、舞蹈等艺术形式跨界融合，用现代化的文艺表达方式探寻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和精神脉络。本期节目将围绕《黄流巨金图页》《黄山图册》《黄河万里图卷》《归分图卷》四幅经典画作展开，带领观众进入画中景，从黄河水脉出发，一览山河的壮阔澎湃。节目还邀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、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、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娄伟、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等专家学者，与表演者共同挖掘经典画作背后的故事，解读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的精神内核。节目将在央视频、央视网同步播出。